凤兮凤兮，何德之帅？王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 哥要我来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，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苦树常在。 要的东西，忘了最好。
三口中，你可都见过了。旁人念念不忘的，也是你所求的吗？中。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，你可暗自留心。